开饭了，今天吃一个茄子鸡肉炸酱面，然后这个是那个北京烤鸭，霍卤了啊，哇哦，哟，正点，搅拌。老好吃了，教程已发。卷一个鸭子，蘸点这个酱，搞点葱丝儿，再来一个，搞点我的酱，椒，随便一卷，面条得快点吃，要不越来越多。
鸭皮好吃。